Hello，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艺术睡妈妈这个节目。哇，今天呢我们又是有子晴跟我们讲一下博物馆的东西啦。Samuel 今天又可以讲一下你的收藏的经验，是不是？是啊， Samuel 你应该是一个收藏家啦，叫系咁啊！你对收藏有啲咩睇法，或者你觉得收藏最重要嘅知识系乜嘢咧？收藏家唔敢讲啦，收藏者啦。收藏嘅知识，咁譬如中国话嚟讲，最基本嘅你要知咩系蜡烛啦、对联啦、扇面啦、插页啦，即系呢啲专业名词，起码要识咗，即系你要识得分类先啊嘛。嗱，系啦，呢个系最基本嘅。咁头先听你讲蜡烛啊。蠟燭，燭啊，燭啊，即係嗰啲卷燭啊，係咯，因為其實啊，藝術品咧，即係我唔買股票嘅，我就係買畫，有錢就買畫，因為第一當然自己中意啦，同埋藝術品係真係會升值嘅，因為股票會跌，藝術品未跌過嘅，唔係即係買得啱嘅藝術品啊，買得好嘅藝術品。咁啊，點樣去分咧？即係最基礎咧，就係睇藝術家嘅名氣先嘅。但係名氣大，其實又唔代表一個畫家。啲畫好嘅喎，名氣細都唔代表佢唔好，係啦，所以呢個咧只不過係一個基礎嘅認識啫。咁當然要花好多時間去研究藝術呢一門學科啦。咁其實最快速咧就係你專門研究一個畫家，即係譬如你定一項先，中國畫定西洋畫好，中國畫近代定當代定係古代，又揀一樣近代。咁你咪研究佢咯，研究佢嘅生平啦，佢唔同時期嘅畫風啦，同埋佢嘅畫面結構啊、用筆啊，即係好多方面去研究。你熟悉咗一個畫家先，咁其他咧就好容易通嘅。咁當然你熟悉咗佢，你就可以更加有信心去買佢作品啦。即係你分得清楚好同埋唔好嘛。因為講真，如果嗱呢兩有兩幅畫。都是五尺啦，都是林風眠畫的，都是真跡，同一個時期，就算同一日畫添。呢張咧可以拍1000萬嘅，呢張點解可以淨係拍得100萬咧？係咯，點解咧？嗱，呢個就係精品同埋普通品嘅分別啦，就係人哋點樣去判斷，係唔係下下張張都幾億噶嘛？咁啊係啊，我哋都想畫張張都幾億噶。係啊，其實講真，就算齊白石有啲蝦都係講緊幾十萬就有噶啦。啲蝦係啊，100萬以下其實有噶啦，即係唔係話下下都幾百萬。係啦，咁當然大眾嘅收藏家係初入手就唔好話追求呢啲。叫做大師的作品啦。第一，好嘢都俾人收藏曬啦。同埋好多假嘢嘅。就呢個方面要小心啲。咁就最好咧就係收藏而家當代嘅畫家，即係仲在生嗰班。因為就第一容易啲鑑個真假先啦。你起碼你俾佢睇，佢都識真假嘛。如果死咗嗰啲，有啲係分唔到喎。係喎，而家咧呢個潮流都好似係咧，真係興炒一啲當代嘅畫家。即係以前咧就係一定要即係唔喺度啊，咁樣先至炒一大餐。而家近幾年已經唔係咁咯。係啊，有啲我其實有啲好抌心口嘅，有啲2008、2010年講緊幾萬蚊。嗰時應該眯埋隻眼買咗佢啦，而家幾十萬，升到幾十萬，係啊，即係好似咩劉慶和啊，魏光慶啊，方向啊，方向係啦，方向好貴噶，嗰時講緊幾錢啊，1萬零2萬蚊，嗰時升得，嗰時借錢都買啦，講真，啊，真係好後悔，真係好後悔，但係冇得㗎，冇得。人生總有啲遺憾嘅，算啦。唔係有啲啊，好多遺憾。抌心口，而家提翻起識啊，係啊，飲杯先啦，係啊，哎呀，好。所以有時收藏咧，就係要你眯埋眼嗰一刻。你眯埋眼買咗佢，你咪賺咗。即係好似丁鴻全，佢以前嗰啲點嘅系列，係講緊即係佢出咗名成名啊。點嘅系列都係講緊10零20萬嘅啫。兩年前嘅喎，今年100萬喎。哇！即係當年如果就係眯埋眼，眯多次眼，你話幾好啊？即係所以收藏係講緣分嘅。係呢個亦都係好玩之處啊！處處有驚喜。係啊，即係。處處好傷心咯，但係當然我都收藏咗好多好嘅作品嘅，咁當然都有個升值空間喺度啦。其實我即係你擺張好嘅畫屋企，你係開心舒暢，你食飯都開心啲嘅。講真嘅，咁啊係。係啊，有一次我去個朋友屋企，即係掛一張仲差過大芬村嘅畫，OK， 真係食唔落飯。真係慘啦。
即係係咯，即係對人應該對美有多啲要求咯。係啊，同埋即係嗰個審美眼光啦。係啊，同埋而家太平盛世，你盛世又重收藏㗎啦。係啊，冇錯。係啦，咁你戰爭嘅時候當然冇人買畫啦。嗯。但係畫係絕對可以保值嘅，因為佢紙黃金。係。啊。咁薄咁輕柔嘅一張紙，就係、是、價值連城可以。係啊。係啊，所以呢個亦都係收藏的即係好多學問和很多刺激的東西在入邊啦。嗯，咁啊，之前有冇收藏嘅？我真的冇乜啊，呢、這個呢一方面仲未開始啊，真係。因為九十後咧都未出嚟揾錢咧，要慢慢儲下錢喎。係。咁我都想問翻 Christina 同埋沙洲啦，即係如果我哋買一件作品的時候咧，喺香港啦，我哋可以找一啲哪一類型的機構或者人士可以？即係俾多啲呢一方面嘅專業知識我哋咧。嗱，我諗咧，如果你話咧，即係好，你買翻嚟由幾百萬開始計嗰啲咧，我諗你都係一定唔會揾啲細嘅畫廊仔走去話同你鑑定嘅。你多數都係揾蘇富比啦、Christie 啊啲大行，然後俾錢佢，然後幫你做個 valuation， 然後睇下佢估值依個係真嘅定係假嘅。我估，但係一般嘅市民，我諗如果你唔係話下下都幾億啊、幾千萬啊、幾百萬嗰啲咧，其實你係可以揾一啲即係畫廊或者你相熟嘅朋友啊，真係。識得呢門嘅，咁你就可以。咁一定要係專業嘅畫廊啦，沙洲靠你啊！以後我仲未開始收藏，收藏嘅時候就第一個揾你幫鑑定。我哋係其中一間咯，亦都係香港好少有可以有鑑定服務啦。同埋我哋仲有修復啊，仲有投資啊，即係好多方面嘅服務嘅。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香港畫廊咧，佢得翻一個功能嘅啫，買賣。其實呢個就好唔健康。我諗咧，好多朋友咧，即係喺個。個熒光幕睇咗我哋咁多集之後咧，其實開始對阿沙洲咧，即係佢成日好主張就教大家睇呢個藝術品啦、收藏藝術品啦，教大家鑑定一啲小貼士咧。咁佢自己又係收藏家啦，咁可能你哋對佢都有一啲信心啊。咁啊，因為咧，其實佢喺個藝術嘅資歷方面咧，就唔好睇佢年紀，都有即係好多年啊。咁所以咧，我相信佢都係可以幫到大家手嘅。係咯，同埋講真，真正入門嘅收藏其實係10,000元開始已經係有㗎啦。即係有啲叫做出名畫家嘅版畫係講緊10,000元鬆啲，一啲內地央美好好嘅畫家都係講緊10,000元嘅啫。就不是下下到幾十萬，咁當然10,000元佢而家價值低，但係一定會有升值空間。只要你買到好嘅話咧，最少都會隨住個通脹而上揚嘅。但係有啲唔好嘅作品咧，就算買到幾十萬，你買翻嚟咧都會變咗廢紙。有好多人中意講價嘅喎。嗱，講價呢樣嘢，因為好嘅藝術品咧，佢嘅空間好細嘅，咁又即係唔會有俾你四五折咁樣啦。但係如果你遇到四五折呢啲咧，即係你去講價講到四五折翻嚟咧，呢張畫咧唔係殘就係假噶啦，殘咧就係一係就品相有問題，咩個品相有問題，即係唔知邊度爛咗啊，又生毛啊嗰啲咯，咁啊假就好容易理解啦，即係會係假畫啦。而且其實而家就算中西方市場假畫真係好多，係啊，唔係少少添啊。就算一啲有啲頭先聽阿子晴講咧，其實。有些大的拍賣行都出過事啦，有些水印的話當真話賣啦，冇錯，即係有時係切咗拍啫，但係有時照拍，係啊，即係走漏眼咯，買家有陣時，因為而家佢哋做的複製品畫、版畫，其實仿真度都是極高啊，極高，即係同原作有98%似啊，哇，係犀利，啊，即係我哋呢啲又當然即係一兩眼睇得出啦，但係如果嗰啲係呃到人，真係呃到人，同埋好多細嘅拍賣行係真係拍緊嗰啲畫，某啲咧我知嘅係。我見過當真買拍過，哇，好慘喎！個價值實在差太遠啦。係啊，所以就當然係一啲冇乜信譽嘅拍賣行啦，但係而家已經都唔喺度噶啦。係啦。誒，阿子晴啊，嗱，你上一次咧就開始同我哋講啊博物館啦，嚇，即係有咩空間啊，有咩可以俾我哋睇啦。係。咁其實你蘇花咧喺香港咧，我哋知道咧都有成幾十間。博物館好像我們如果在網上看有成31間博物館
係啊，咁我哋咧而家睇到嗰、那個map 啦，上面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好，其實香港有好多博物館係分布喺全香港港九新界嘅。嗯，咁呢31间裏邊咧，你最中意嘅或者你想介紹俾啲觀眾嘅係邊幾間咧？咁因為我真係熱愛呢個藝術啦，咁我第一間就一定係推薦呢個香港博物館嘅。咁、location 就係喺尖沙咀啦。咁而家就裝修緊嘅，咁啊3年之後。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新嘅面貌啦。咁聽聞仲會有呢個當代水墨館嘅。哇，好喎、啊，好正啊！係，咁第二間咧就係、沙田文化博物館啦。咁佢入邊咧就會有好多嶺南派嘅作品喺入邊。咁啊，嶺南派我哋香港嘅大師就係趙少昂先生啦。咁Christina。我想你都一定有去過啦，入邊就還原咗呢個趙少昂老師作畫時候嘅面貌嘅。係啊，因為我都係學緊嶺南畫啦，咁所以咧，我又走咗去咧呢個博物館裏邊咧嗰個即係、就是、買 souvenir 嗰個細嘅 shop 仔裏邊咧，就買咗趙少昂。師祖的呢、這個即係係啦，所有的用品咧，幾乎我都有一套喺屋企值得值得去啊！第三間咧，我想介紹就係呢個香港公園入面的香港茶具博物館嘅。咁呢一個博物館入面除了入面有一間很好的中式餐廳，入面可以吃點心品茶之外咧，佢仲會有很多興趣班嘅。咁呢啲興趣班大部分是星期六日咧。咁茶具博物館嘅專業導師佢會出嚟教授一啲好專業嘅課程嘅。嗯，啱曬你喎茶道嚇。係啊，好好中意去呢度。嗯，仲有呢一個大埔墟嘅火車鐵路博物館啦。哦，特別喎。係啊，呢一個地方就是大埔舊墟啦。咁除咗博物館入邊，除咗有一啲火車嘅車卡、唔同年代嘅車卡去睇之餘咧，佢仲有一條好靚嘅鐵路。咁呢個都係一個遊客好熱門嘅景點嚟嘅。嗯，其實咧，香港 Tourist Association 咧，唔知道有冇咧特製一啲 CD 啊，或者好詳盡嘅介紹全香港有幾多個博物館嘅咧？你哋大家知唔知啊？據我所知都有嘅，係咩？即係我記得咧喺出機場嘅時候咧，佢哋就有一個 counter 嘅，就係擺曬啲 information 啊、leaflets 啊嗰啲嘢咯。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咧即係想大力推舉咧，其實如果香港市民都好清楚同埋知道咧，我覺得依個就係一個普及化嘅現象咯。如果你只係咧 tailor made for 啲 tourist。邊個飛到嚟咧先至睇到咧？我覺得又有點，好似差咗啲喎，一定要有通過一啲專業性嘅節目啦，去講解每一個博物館嘅特色，令到大家可以有更深入嘅了解，唔係走馬看花。係啊，其實我好想有一個咁嘅節目咧。如果政府或者即係香港政府啦，即係能夠可以去做一樣嘢咁少嘅嘢，即係好似我哋啲節目咁樣去推廣下藝術嘅，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好得益啦。係啊，咁佢哋要經過好多重考慮咧，可能嚇影下嘢啫，都咁佢要做好多層啊嘛，咁而家政府都仲有班友喺度阻住曬，係咪先？即係佢即係連好嘢都冇人做噶嘛，有嗰班人為咗反對而反對啦，係啊，希望呢個即係呢個社會，即係慢慢咁樣去即係進步嘅時候，我哋都多啲機會啦。咁沙洲，我想問你上一集咧就講咗一個香港嘅畫家，咁你今集會同我哋分享邊一位畫家咧？今集講呢個咧係北京畫家嚟嘅，咁啊中央美術學院嘅于若啊，咁啊睇佢其實50零歲嘅咋。咁啊，亦都係而家留校即係任職於中央美術學院入邊嘅。係啦，咁啊睇下佢第一張畫啦。係咁，呢張畫精彩啦，係07、08年嘅系列，用嘅顏料亦都好特別啦。中間土嘅顏色咧係用敦煌土啊，即係佢敦煌寫生嘅時候攞埋啲土翻嚟自己做顏料啊，同埋其他顏色咧全部都係礦物顏料嚟啦。仲有嗰啲你見到嗰啲方格咧就係銀箔，即係銀箔燒成嘅。一張畫其實有很多層嘅，即係起碼有7、8層嘅層次喺入邊，亦都有中國畫最即係好原始中國畫嘅線條啦、花卉形態都係啦，但係用咗一種新嘅藝術形式去表達，亦都係可以令到呢個中國有新水墨會有一個新嘅方向出現咯。啊，咁啊睇下一張啦，係啦，呢張亦都係其中一張荷花啦。
而且呢張，但係呢張咧係細幅嘅。咁、其實佢而家價錢都唔貴，係講緊如果呢個系列係30,000以下嘅、所以佢係即係入門收藏家，好值得收藏噶啦。同埋上年咧，咁啊温州有個財團咧，亦都係買曬佢手頭上所有嘅畫、所以由此可見呢、這個畫家係都係好值得收藏啦。咁除咗我哋。仲有一些大的機構喜歡他的畫啦。他的花和一草一花呢，其實呢、我覺得都是很生動的。當然啦，他又畫得很好、還有我們叫藝術標誌性嘛，即是這幅畫你擺幾十米遠我都一眼就知道是這個人畫的、藝術標誌性有即做到這件事的畫家其實很少的、但是如果真的有呢、這些畫是沒得跌的了、已經是、係咯，呢張亦都係荷花一張，我個人好中意呢張嘅個形態，即係表現得好好啦，同埋即係用點去表達荷花嘅狀態同埋嗰種動感係絕對好少有嘅，而且入邊好多渲染嘅方式咧係我問咗佢好多次，佢都冇講過，我亦都個人試驗咗好多次都係做唔到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秘密。咁當然可。即係未必係永遠係一個謎啦，我亦都會尋根究底嘅，係啦，咁又講完畫家啦，我哋而家又係呢個鑑定小貼士，而家開始就犀利咯，因為我哋講緊董其昌作品真藝考啊，係由我一個 uncle 即係細叔伯寫嘅，亦都係教我好多嘢嘅，即係我雖然冇拜師啫，但係我半個老師嚟嘅，真係阿齊燕興啊叫。之後呢三集咧就會講北京故宮博物院嘅董其昌仿古山水圖冊八開之中嘅六開，同埋上海博物館嘅秋慶八景圖冊八開，南京博物院嘅仿國樹山水族，同埋美國普林斯顿大學嘅董其昌仿古山水冊八開，都好有可能不是董其昌的真跡，是的。我們現在看看這三個印，這三個印呢就是在不同的畫上見到的。左邊這張呢是宮山冊，就是我們下一集會講的畫裡面的，一四呢就是用了這個印的。中間那個就是《宮泡夜磚圖》入面的印，右邊這個是《宮山冊》23,5,6,7,8的印的，即是《宮山冊》14呢一定是真跡，其餘那些呢就存疑的。大家看到董字草花頭下面的三畫呢，14那個印呢三橫呢是會平衡一點的，距離也是很平均啦。右邊這兩個印呢三橫呢是不平衡的，中間呢一環是左低右高的，上面的兩環呢距離都很遠啦。旗幟中間呢最左邊那個是很居中和很平靜的，右邊那兩個呢它口裡面中間那一環呢就比較靠上，不是很平靜，也都是有些左右有些分別的。最後講一下左邊呢，它這個印呢是有個連貫性的，就是在 一方印上面雕的，右邊這兩方呢其實很有可能是左右兩個印分開雕跟住去拼埋一個印，因為中間這個罅隙呢實在太闊了，而且亦都是不自然，所以即係由此可以看得出右邊這兩個印很可能是仿造的。一有對比就看到出嚟。係啊，冇錯啊。咁今日咧，我哋又睇完一啲小貼士之後咧，又學到啲嘢咯喎。咁我哋跟住下一集咧，又會好精彩嘅喎。當然啦，又係好勁嘅。咁希望大家咧繼續收睇我哋嘅劇集啦。劇集添，對唔住。希望大家繼續收睇我哋依個 program 啦。